今天我们来做彼岸花，我们做的是比较小的，用三号套筒，从里往外数第三个。这个呢，一朵是要25片的，小枝5片，打个圈，套丝网。5片一小枝，25片一大枝。应该做花蕊，7厘米。要做6根，一小枝6根。用的是棕色的胶带，6根小枝的。再剪一段大概8厘米左右的20号铁丝下来。这个是比较粗的铁丝的，你来组合花瓣，5片。整理一下，5小枝一大枝，打个勾。再调整一下，这是彼岸花就做好了。